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就是治疗最主要的分为三大块，一块呢是一个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观察等待。对于症状轻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并不建议，就是说马上就做一些侵入性的或者药物的一些治疗。当我们症状相对来讲比较加重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一些药物治疗。还有呢，就是说等到这些药物治疗效果也比较差了，或者出现一些临床表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手术的治疗。那关于前列腺的一个物理治疗呢，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前列腺的一个红外线照射啊，一个微波理疗啊，可能它短期可以缓解前列腺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它并不能长久或者说非常有效的长期的缓解我们或者根治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目前来讲，这类治疗并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呢，我们临床上并不把这个物理治疗作为一个推荐的一个治疗方式。